举家搬中国，黄家谦出售92坪南港豪宅。你没有说要带到国外去？我们都在考虑这个事情。哎，所以是因为这样才要卖掉房子吗？黄家谦的加拿大籍老公夏克利八日在脸书 po 文，要出售在南港的92坪豪宅，并形容是给我们很多好运气的房子。虽然没有确切地址，但也令人好奇是不是夫妻俩12年前结婚时以2000万元买下南港温哥华花园，还有个高贵的称号台湾比佛利山庄哦。艺人张本与彭佳慧康康都是好邻居。哎，我觉得大家对我都已经很好了。事实上，黄家谦对于投资房产挺在行的。除了在温哥华置产外，也曾因为买了新天宫附近的二手屋，让他赚了一倍，荷包满满。如果这次真的出售温哥华花园，估计获利超过千万呢。而这卖房的消息传出，还被猜测是要全家搬到中国。对此，苹果记者致电黄家谦，他电话关机，没有回应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